舟山彰化鹿港现在读大三的蒋之云，4月底到南韩首尔参加国际化妆赛，以现代中国风造型夺得了时尚新娘跟舞台化妆社会组两面金牌。他回到故乡受到表扬，也分享他的参赛历程。眼神专注望着模特，双手忙着画出美丽妆容。他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3年级生蒋之云，就读美容造型设计系，参加韩国首尔国际人类美容与健康奥林匹克大赛，勇夺两面金牌。因为我们是要到国际赛事去比赛，所以就希望把我们就是比较中国的元素带进去，所以我以龙凤为主。那因为龙凤的话，主要就是以红色为主，所以我就跳脱那个框框，以宝蓝色为我的底。跳脱刻板印象，用新疆彩妆与龙凤主题精巧搭配。蒋之云却在比赛时遭遇小插曲，突然被更换模特，但他仍不慌不忙，成功与新模特培养默契。就是幸好在我们两边就是互助下，就是顺利的度过这次比赛，然后拿下两面金牌。去年蒋之云就曾参加国际美容比赛，不幸落选，他却不气馁，修正妆容后，这次获得评审青睐，成功摘金，更让他成为鹿港之光。联合报郭勋文彰化报道。